锵锵三人行，咱们呢也是，我想发出一个寻人启事，咱们的一个同胞啊，女大学生，这个可以看看她的照片，在美国，是张莹莹啊，芝加哥时间6月9号这个失踪了，咱们今天这个录像的时间是6月14号啊，那么到现在录像的时候为止啊，好像还找不到。找不到，但是知道他是这个当地警方看这个监控录像啊，你看知道他是6月9号啊，芝加哥时间下午2点，在你看下一张照片，他坐的这个车很有意思啊，就是说这辆车呢，他就好像跟这个车里人呢讲了几句话，也不知道他们认识不认识，就上了这个车的副驾驶，从此之后消失无踪，消失无踪。你看这个当地的华人，甚而至于美国的很多这个华人呢、啊，咱们往下看啊，这是他这个最后一次就是有视像的这个露面啊。然后再看下面，他们都向这个白宫请愿。现在这个美国的很多华人都帮着找人，甚至是国内的这个很多华人的朋友啊，都帮着这个搜集信息啊，寻找他的这个下落。这就看跨越的13个小时的这个时差，好像是你今天说是什么州？伊利诺伊州。伊利诺伊州在中西部。啊，在那儿做交换，他是芝加哥往南，对，在芝加哥往南，香槟，对，这个学校出名的就是中国留学生最多，他一共34万个总共的学生哈，5600个中国的学生，他不是美国最 top 的学校。你去过那个地方吗？你我没去过，但是因为中西部这地方特别人少，也不能算人少，他离芝加哥的南面，我有朋友在那里读过书，我现在系里还有一个同事就从那里来的。现在还在那里兼课，对，所以那个地方呢，最出名的就是中国人多。他那边有，哎，好像张老师在那边去过，他那边有个写作的课程是非常有名的。啊，不是，那是 Iowa。哦，那是 Iowa，不是 Illinois，我搞错，对不起。香槟，他不是 Illinois 的本校，他是 Illinois 大学的，香槟分校。他这个好了好几年的这个男朋友，现在这着急的不得了。他跟他男朋友，他男朋友在国内，说是好像在失踪之前两个人还通过1个多小时的这个话。然后他男朋友现在就是在国内啊，也是这个联络各方面的人士啊，就找怎么找就找不着。哎，你们有什么猜测呀？我看了他那个就是那段监控录像嘛。就感觉不是他在那儿等那个车过来啊，我不一定知道他等那个车，但我看到是那个车过来的时候呢，感觉他应该是预期那个车会来的，因为那个车一来他就站起来了嘛，就走过去。而我的感觉呢，我自己猜测啊，我不知道，但是不太像优步车，因为什么呢？优步车你可能就跟那个司机说句，哎，是我叫的车，你就上去了。他跟那个人讲了好几句话的，挺长时间的，所以呢，我自己的感觉未必是优步。而且那个车呢，现在美国人查出来说，那种车整个那个地区只有10几辆。哦，那容易找。哎，只是一个很罕见的、很少有的一个牌子。FBI 已经掌握了这个车的一些信息，哎，但他只是现在不方便公布，啊，然后再追查这个事情，就是说。哎，你说这个事儿让你联想到什么？哎，我觉得就是说，在外面的这些很多啊，就是。怎么说呢，大家第一就是说在异乡的这个人身安全，但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因为里面太多的细节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挺突然。但是听说他男朋友不是好像说他前一天有说过自己觉得有点不太安全嘛，说有人好像说疑似有人在跟踪他还是怎么样，而且呢别的人就说在那条街上说经常有一个人晃来晃去，经常跟好像找这个亚裔的这个女孩子说话，有人这样说，但那具体怎么回事儿，我们真的不知道。现在我觉得就是信息太缺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所以你说这个家里人呐、啊，这个得多着急啊！但是呢，哎，刚才义军跟我讲到一个，就是说，咱不知道那个车里的人是跟他认识还是不认识，但是涉及到一个应该像是认识。哎，你看啊，我们中国人在国内的人，我感觉啊，对陌生人是很警惕的，甚至是有敌意的，
你们在美国，你在美国生活多年，你觉得美国人在街上跟陌生人搭话啊，或者什么跟着他走啊，这方面是不是比我们会开放一些？或者安全感强一些？看你在什么地方，除了纽约、芝加哥这些大城市，不行，乱糟糟，你千万不能相信人。而且，如果在芝加哥市内，我就特别是南部的话，那黑人晃上来的，你是准备20块钱给他保命的那种啊，根本不要。但是离开一到郊区，以白人为主，这个我们不是讲种族歧视啊，这是实际情况。以白人为主的，尤其是比较乡村的这些地方，那一般不害怕的。就是说你也赶上人家的车啊，也你的车出了毛病，人家帮你修，或者你也应该帮人家修。所以这照理说是没有问题的。对，特别在这种地广人稀的地方，我看那段那个监控录像，第一个印象就是那个地方人特别少。你看来来去去，其实没几辆车，然后那个马路特别宽。然后呢，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在国外啊，为什么经常人和人之间不认识也点个头就 say hello 啊这样子？我们之间其实中国人倒反而就很少嘛，是为什么呢？反而是他们可能是在那些地广人稀地方养成的习惯。我自己有个体验，我有一次是在欧洲一个什么地方，在那个他那个也不是是完全在山里了，就也有人住的。那我从一个小路呢就走上去，其实穿过那家人的院子的外面，然后呢那个小路尽头有个人也走过来，他就停在那里。我也走过去，走到那里呢，我们要彼此去点一下头，其实是为什么呢？人太少的时候呢，你要告诉大家我们彼此没有敌意。对，他们就养成了很远呢，我得跟你点一下头，告诉你呢，我其实是没有敌意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觉得在那些地广人稀地方，相对来说，他的大家都认为民风是淳朴的，没有必要去相互伤害。那么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那我自己前一段时间就我在美国一个体验嘛，就是我去了那就有几个大的城市，然后中间去了一个小地方叫丹佛嘛。丹佛我从来没去过，然后呢那里谁也不认识。我那时候呢已经是跟我们那个团里面19个人17个国家，但没有一个中国人，也就也没有那个华人什么的。哦，到那边我就特别其实挺想了解一下当地就是有没有华人啊什么状况，我就在微博上面就找嘛，就说我就想请问有没有人在那里啊。结果真有锵锵三人行的那个就那个观众，两个大学生就联络我，我们就真见面，就是真见面，感觉大家就聊得都很开心。最后呢我也上了他们的车，上车人家反而问我一句话，说你怎么就相信我们呢？对呀、啊、然后我就说我估计看《锵锵三人行》没有什么坏人吧，但其实我心里不是，不一定，主持都不是什么好人。他其实呢，就是还是相信中国人，对不对？不，我心里其实盘算了一下，就是说，因为我跟你见面都是在公共场合嘛，没有觉得说我也没什么价值，你绑窦文涛还能要点钱，你绑我也没什么价值，所以我其实有计算过这个风险成本，没什么，我觉得。你还真是就是。我跟你说，义军呢、啊、就是个贼胆大。你像我们公司这些，以前跑中东的，对对对，还有那个。我跟他说我想去以色列，害怕，他说一点事情都没有，是你下次跟我一起去。他们平常，你像那个小田跑到那个利比亚那个时候，就孤身一人呢、啊，敢跑到那种黑屋子里，拿着那个卡扎菲的那个录像带，还拿着枪。小田啊，都有过那种经验。所以我说你们，哎，真不怕。英国有一个女记者，我挺喜欢的一个人。Kate Eddy 他出本书的名字啊叫做 Kindness of Strangers， 就是陌生人的 kindness， 怎么翻，就是慷慨也好，善意，就说我们这些当记者的就是靠陌生人的善意活的。我们去哪采访，你一下飞机开始吧，你就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跟陌生人打交道，你不怕危险的？有碰到过，我碰到过事情的。你被人家绑了呢，被人家卖了呢，不是，很多时候你要有判断。找着义军的时候在非洲某地生了一堆孩子了。你要有判断。我有一次碰到过，我在巴勒斯坦一个爆炸现场，我那后来听说一个地方他又炸了，我不知道在哪儿，两个小孩说我带你去，我就让他们就上了我车了。那时候我没选择，那你有时候是没选择。开到半路，一个小孩掏出一把枪来，哦，我没法判断真枪假枪啊，他就指着我说：“你往哪里走？哪里走？哪里走？”真的，真的。然后呢，我当时我是很懵的，但是呢，我一个想法是，这小孩在哪儿？你说在巴勒斯坦，就是在加沙嘛。我第一他怎么会坐在你的车上？我让他上来带路的，他说他也要去那个地方，我就让他给带路。听到枪就是对这个。对，然后呢，我就看到后来我就想我要去找警察，然后其实他我觉得那小孩状态有点不太对的，然后呢就。马路边有个警察，我动作特别快，我就停了就开门，我那真的是特别特别快那个动作。然后呢，那个警察过来，那俩小孩乖乖的就下来了，我也没来得及看是玩具枪真枪，我就赶紧走了，我不想待在那个地方。那两个就被警察带走了。就被警察带走了。
所以哇，你这个好厉害哦。没有没有，但这个就是说有时候你是没有选择，但又是你要判断。我在多年前有选择的时候，我就坚定的选择在凤凰呀，男主内女主外，他们都在，都你看都是女记者。我发现女的真是不知死，不是咱们那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女的很有勇气。我你知道，我甚至我变态啊，我曾经想过，我很佩服女性，而且我认为我们应该对女性好，因为女性啊是抱着生命危险跟我们这些恶魔在一起。你知道我当年哎谈恋爱的时候，我就总琢磨这事儿哈。我跟这个就是当年的这个女朋友啊，我说哎，你觉不觉着？我说你就信得过我？哎，就因为跟我谈恋爱，两个人呐、啊、走遍天涯海角，而且体力上你完全不是我的对手。但你害他干啥呢？对，你人家也想你害他干啥呢？哎，我要是女的。人家最多担心就是说你的驾驶技术不好，我的命坐在你边上，我是交给你了，对不对？你开到悬崖上，你自己不小心，至于你害他，没有这个可能性。不是，始终怀疑无法收获真爱。人是有不可预测性的，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个不是个突然间他发疯了？帕托啊，哎，有的人有的激情杀人的就是两口子吵架，这个男的是个女的也可以杀男的呀啊。那女的又算最近好莱坞卖的都是女英雄，对啊，体力上嘛，我就他给你弄点毒药呢，就是啊，猪油拌饭都能吃。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要害你的，对啊，你不害怕吗？拿一把小刀，所以你看我多无我呀，我想的都是对方的安慰，你让他提防我，从来没想过提防他这样的人格啊，所以分手就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其实这我能这么妄想啊，也反映我有极强烈的不安全感，甚至是替女的觉得不安全。你怎么信得过我？不怕我要做掉你吗什么的？哎，徐老师，你再说回这事儿。这事儿呢，我看跟帖很有意思。那个为了这个事情的跟帖啊，很多跟帖呢就是说，这美国这地狱嘛，这谁叫你去的啊？莫名其妙这种地方呢，对，虽然空气好点、哎、什么都不好，啥不然后就是前段时间骂那个杨树平的这些人，现在就来说哎呀你这些地方怎么能去啊什么的，这是一种。但另外呢有一些呢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感谢这个当地的华人啊，就是因为网络的连接啊。其实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说，这是两个因素造成。一个的确是以中国国力的增强，你别说啊，你海外公民引起国内的重视，这以前是美国人常常表现的东西。嗯，那美国最近刚刚这两天有个人从北朝鲜放出来，对不对啊？美国就当做大事。哎呦，我今天看了新闻了，对，混了好多酒。我觉得那个不是那报的说他从去年一直在昏睡，对，然后哎说肉毒杆菌中毒、嗯、什么叫肉毒杆菌？不是你们整容的吗？怎么说这哥们儿给说是给怎么折磨了、嗯、肉毒杆菌中毒、嗯、对，总而言之你日本也是啊，日本这个每次跟北朝鲜谈判都是拿出一个他们有几个日本人在那里被关，一个国家表示自己主权威严的时候，保护自己海外公民哪怕是个别人，是对国内的一种集体的信心的一个建立、哎、这个以前中国很少做，这个是跟的国力的有关系。一个美国人，你看美国自己国内的人也并不是个个都那么有尊严的，我说过黑人要饭呐、啊，生了病了医院没法救啊，很多人3/3的人负资产啊等等等等，你到美国去看活得一塌糊涂的人多了去了。可是他一定要做出来，什么人他在外国被人家囚禁了或怎么，我们一定要怎么抢救或怎么、嗯、中国现在你看这件事情显示说，我以前不记得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一个普通公民哦，还有一种网络的猜测啊，网络的猜测，我刚才讲一个是骂美帝嘛，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人一定有背景有来头。哦，对对对，我觉得这次还是在网上他说连 FBI 都如插手了，这个人一定是有背景。我觉得这个两个都是真是那反映了一种情绪啊，但是我觉得是没表，真的是爱国的这个情绪。中国也那个利比亚战争的时候就显示出了我们这个能力嘛，不是30,000人大撤退嘛？他说：“哎呦，怎么能撤出这么多人？我们搞春运搞惯的国家，怎么能不能撤出这么多人？”这第一，第二，前前两天不是还有一对中国这个就是有一对夫妻在那个阿富汗被斩首了嘛？我也看到外交部很罕见的表态当中说到，我们曾经试图努力营救，
那当然没救出来，但是真的救过 ISIS 对对对，杀了两个中国人。对，其实我觉得除了国力的增强之外啊，还有啊，就是现代国家意识的增强。你这这个意识增强有的时候跟我们这个演艺界都有关系。比如说，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允许拍一些中国拯救在外国被绑架人质的电影？哎，又好看。哎，往往其实我就觉得好多，我跟你说，好多现代的国际的这价值观，我是在好莱坞电影上学来的。你比如说，我在好莱坞电影上，我看有个叫《空军一号》。我才知道，就是说，哦，外国人这么重视家庭啊，就是说，总统甚至是为了救自己的老婆，都不能拿国家交换，所以回家对自己的女人好一点。所以说，怪不得人家到哪儿出访。你要知道，在很多年前，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出访是没有习惯带着这个伴侣一起的。现在你看，都国际上都很通行了嘛。哎，你看很多包括好莱坞电影，咱为什么知道美国这样啊？就觉得啊。我们任何一个公民只要在海外受欺负了或者被绑架了，那就是美国的国家头等大事，是吧？那个海豹突击队哗就一通。 哎，你没看前段时间有一个热门的电影吗？就是讲一些中国的人在湄公河上被那个毒贩打死，对，有这件事情，张涵予演的嘛，对，结果去拍了一个电影嘛，我有拍的跟美国片差不多，就那几个人，后来我看到实际上的介绍不是这样，没有那么戏剧性，但是拍的就是这个，在中国很多人喜欢看啊，就扬我国威啊，就是中国人在外国进行军事行动。嗯，那这个呢，就是满足了。徐老师，你这话说的大了点儿。中国人这个真的现在变成什么分子了？很少中国人在外国进行军事行动。对啊，在电影院看的观众满足的就是这个心理啊。嗯，我记得好像前一段时间，好像去年还是前年忘了，还有一个在非洲的嘛，那个人是什么？也是被绑架，然后我们也是去救的，结果好像是救到一半自己跑出来了。但是那个整个的过程，他的叙述也是完全可以拍成电影。其实你在外面啊，这种真的是。用这个怎么说呢，国家的重视是换回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稳定民心，安抚大家，就是大国形象的这个提升是非常重要，但是比偷偷的交赎金要好得多。其实就当然咱还说到啊，这个一个社会的安全感的问题，我为什么最早就问你这个问题啊，你看好像我觉得你看在美国啊的陌生人之间都打招呼，让我们觉得他们陌生人之间似乎挺有安全感，但这个啊他会不，你比如在美国有没有那种事儿，就像咱们国内经常有的，这女大学生在火车上认识一人贩子，聊着聊着就跟人走了，给人卖到山里去了。在美国会有这种事儿？电影也有啊，各种对这种，不是这今年那个奥斯卡里面有个叫什么，就是在那个小房间里拍的，有点就是这个类似、哦、的、那个、对对对对对。我看这个女孩子的信息，我还有个印象是什么？她在微博上是她在微那个朋友圈晒很多东西嘛。几乎他每一天在干嘛都在那里，今天是美跑第一天，就在美国跑步的什么什么这些，真的，你如果是，我就讲，如果我是一个就是犯罪分子，我真的是有意识想找他的事情，我可能就是说我收集他的信息，在这种公开信息当中我已经找到蛮多的了。真的、哦、这个对你说啊，你是觉得这个反而不好是吧？你觉得这样好，就在报平安是吗？这两说，所以我就跟你说，我就属于保守的，而我这个保守啊，我得说就是可能是有点不太正常，因为呢，我就是对陌生人极其没有安全感。我跟你说，都已经到了一个，但是这个跟我们家传的，我不知道自闭症是一种什么病啊，它可能另有定义啊，但是我老觉得我们家族有这么一种，从我父亲开始，就是觉得陌生人呐、啊。这我跟你说，徐老师能到哪个程度，说起来不太靠谱，就是说我不能让人走在我后面。嗯，我在马路上走啊，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北京，要是一个人，我会很注意，就是我叫芒刺在背，如果一个人在我后头跟我走了大概比如说超过100米，我就会按说是神经病，但是我改不了，像强迫症，